只为寂寞的独唱，千万的阻挡盘旋在我的肩上，自由的爱与狂想赐予我一身有侵略性的武装。难啊哦难啊哎，不屈般的坚持是倔强。难啊哦难啊哎，像是倔强。捶一下，捶完之后大拍要把五指张开，张开之后踏踏踏踏，从小拇指这样回来，就是三四的拍子是这样回手。那么与此同时，头从左边转一圈过来，好，五六的时候咱们的头是右边转，然后左边这样转，转的时候用你的头顶带，然后你的下巴在这样转啊。好，五六七的时候两个手上去啊，就是上去的时候不用把手掌冲前，就是你上去的时候是有点用手腕带的感觉。然后八交叉在胸前肩膀这个位置，大再打开。好，这是这个动作。那个因为它这个拍子不一定完全是五六七八，它的音乐里有那个粗粗粗的音效，所以我们这个抬手粗粗粗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第二拍的动作，就是我们两个手直接放在脖子这儿，就掐住自己，扼住自己的喉咙，然后头向上抬，二二二回来，三四的时候呢是坐着站起来了，
站起来之后，你的膝盖右腿弯曲，但是咱们直接站着就一直右腿弯曲就可以。与此同时，三次两手伸出去，再收回来，收回来的时候手心手腕冲上，就是这样踏。好，接下来的动作四大的时候，两个腿跳起来分开，然后我们的手上去，从上面做一个翻花。对，就是你看我们两个手腕，右手在上在后，左手在前，这样翻花完之后，迅速的把你的左手藏把你的右手藏在左手后面，然后手再下来，这样的话就是左手的手背在前，右手的手背在后。这个动作是在一拍之内完成的，三四大五就下来了。那么五之后，我们的胯是放在右边，好，五大六大拍，手上去，然后胯已经在左边了，然后六再下来，好，七八准备做下一拍动作。那么我们第一部分的动作就是这些，我们来跟一下音乐。